今天参加电影频道让观影团龙马精神映后活动，成龙大哥我来了，找到我们的 M 观影团了，签到举票检票。等一下，好像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四月七日龙马精神正式上映，并且也是成龙大哥的69岁生日， M 观影团也为成龙大哥准备了生日惊喜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Nice. 电影开始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大家好。成龙大哥来了，好激动呀！戏看了吗？看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真的。真的。我发现一个细节，就是大哥会去现场仔仔细细的，比如说检查楼梯上有没有木刺，怕伤到对方。跟那个大哥在一块合作呢，就感觉根本没有架子。他专门有一个那个餐车，自己会做饭，然后他会把东西给你弄好，给你打好了饭，然后给你送过来。哦，然后我说又是这哪合适，赶紧就下来跟大哥坐一块儿，在一桌吃饭。贺卡，来看一看。谢谢谢谢。我们包括来看一下，像麒麟提到的。说到60年初心不改，动作电影人的赤诚和坚守，在我的心里，您永远是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。少年，你们写好来的？对，都是我们现场的，我们的影迷朋友们去写的。而且今天啊，我们都说了，大哥就要过生日了，《龙马精神》也要上映了，我们给大哥唱首歌来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不是生日歌，是我们《龙马精神》的主题曲，我们的真心英雄送给大哥，好不好？好，祝他们一起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，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。灿烂星空，谁是真的英雄？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。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，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，我们心中的梦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把我生命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。龙马精神4月7日上映，大家冲冲冲，拜拜。